哎呦！季强，赚钱的方法那么多，你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？又随时有生命危险。难道你要我们在台北随时为你担心吗？以前我连一步都舍不得离开你，但是我还是得不到你。 最后你还是嫁给别人。我没有嫁人，而乔叔叔可以跟我在一起。好，你不嫁人，乔叔也不娶人。等你将来长大之后，照顾乔叔这孤老。嗯。再见哦。走啊。好吧。好好保重。 季强，我从没怪过你，你是我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。答应我，做一个最幸福。 送我去机场，帮我瞒着富昌的人是盛阳。我现在才了解，你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爱上他。他真是一个细心体贴、又懂感情的男人。你没有爱错人。我已经决定不再跟他来往了。 跟他之间是没有希望的，正好相反，宛如已经好转了。我相信，只要宛如恢复，盛阳的责任了了，他一定会选择你，而放弃石家的一切。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人，他是真心爱你，所以你不应该放弃这段感情。连妈都不谅解我，我真的支持不下去。 从小你就是最坚强的，绝不向任何人、任何环境低头。我相信，只要你坚持，你没有做不到的。 我都收拾好了。婉伦，你辞掉傅凯的法律顾问，我并不反对。可是怎么连我的事务所你也一并辞职呢？我突然对律师职责的标准感到很矛盾，所以想出国深造，继续攻读法律。我最近也接下现代妇女基金会的专任法律顾问，实在无法兼顾这里的工作，才决定辞职的。我只希望你能够了解。 即使是傅凯不需要你这样既年轻又有干劲的好律师，但是我却需要一个好帮手来继续帮助我呀。我会永远记得方律师对我的鼓励和提拔。如果有机会，一定再为您效力。嗯，出国进修我很赞成，好好的努力，将来你的名气和成就啊，都会超过我的。谢谢，您多保重。好好好。 祝你一路顺风，谢谢。玫瑰开吧，把青春泪绽放，绝不回头望，只为珍惜人儿灿烂。玫瑰开吧，不知悔改你爱，就一生爱你，只。
牵挂。玫瑰开吧，那青春来绽放，却从不回头望，只为珍惜人儿灿烂。玫瑰开吧，不知会该如何，就一生爱一回，只为知心人儿牵挂。对不起，副总经理交代过，他打球时不准人家打扰。他现在打球吗？我看现在啊，我们把他当球打，他都醒不了了。帮我扶他到计程车上。这，哎，这是我姑奶奶帮你忙，哎，应该是你给我钱，要不然留在这陪他，跟他一起睡球桌好了。帮忙啊！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我放这么多书啊，就是希望今天受害者打官司时不要输就好了。你知道吗？你事情大，跟英律师打过交道的女警队，他们知道你要到天津来帮忙，都说来了一个女包青天。等我脸啊晒黑一点就更像了。来，先来付你第一份。你好，我是叶秘书。你是受害者？什么？你要直接找殷律师？你等一等。喂，我是殷律师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？你只要帮我啊，把这个想对我非礼的男人呐、啊、赶出去就行了。你是刘海平？是我啊。你知道我怀孕咯，我不能够受惊吓。可是啊，这个男人呐、啊、一直对我纠缠不清哎、啊。是那个让你怀孕的游览车司机吗？没错。就是孩子爸爸。好，我马上来找他当面谈，把地址告诉我。你来过我家吗？你知道啊。我跟孩子的父亲在一起，不该穿这种衣服吗？说你是不经事的女孩吧，你也不想想，我不穿这种衣服，怎么会让这个男人情不自禁的跟我有爱情的结晶呢？你在搞什么鬼？电话中你不是说那游览车司机骚扰你吗？没错啊，是孩子父亲啊，他在里面，他也正想好好跟你谈一谈，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他总是个正常男人嘛，要他面对植物人老婆守身如玉，实在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。唉，反倒是我这个替身老婆，虽无名，却有实。他喝醉了，叫他每天面对那个植物人老婆，永远恢复不了，他怎么不会借酒消愁呢？对，嗯，正相反，医生已经证明时日如好转，他有明显的反应，所以是啊，根本不会借酒浇愁。我去俱乐部的时候，他已经醉不省人事了。是我花钱请俱乐部势利鬼把他抬上车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把他抬上床的时候，他已经醉得跟死猪一样了。啊？嗯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趁他喝醉酒安排的。是要怎么样？你马上叫车把他送回去。不然等他醒，我和俱乐部人都可以证实你施行拘禁，剥夺他的行动自由，触犯了刑法第302条妨碍自由罪。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，叫车前就像你剥掉他衣服一样把衣服全穿回去。
也许这一次，盛阳跟我在床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但你能保证每一次他躺在我床上都像今天一样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吗？麻烦你了，叶秘书，明天见。好了，请进。我向基金会请了一天假，正想借辆车啊到你牧场去散散心。也许你到牧场的草原、牛奶香，还有会撒娇的波霸母女，都吸引我吧。你为什么不愿承认是我们之间已经超过了朋友的感情，更吸引你到牧场？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完了，我成功了，我终于成功了！我设计的遥控飞机版权已经获得国内一家规模最大的玩具公司赞助，他们还愿意跟我合作大量生产，还要进军国际市场，我成功了，婉伦！恭喜你，终于成功了！是这与世无争的牧场给了我灵感，让我有像孩子一样的童心，才能设计成功。再加上你苦心的创作，不断的努力，所以你的心血终于成功了。这架马上要轰动国际市场的遥控飞机，由我们殷大律师按主控钮后呢，就马上问世了。了不起，你看飞得又高又远。马上要离开牧场了。我知道你要全心投入设计的工作。不止如此，因为玩具公司其实我在技术上有更大突破，所以决定花两年的时间让我到美国各大玩具公司去见习。你要到美国去？恭喜你，从此可以跟这飞机一样飞去这牧场，有最美好的前途。我不希望一个人单飞，我希望你能像刚才跟我遥控着飞机一样，跟我一起到美国去。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，你宁愿离开财力雄厚的富凯集团，而到薪水不高的妇女基金会当律师。就知道你是真正有抱负，所以出国深造，将来回国执法，才是你最高的理想。我希望我们一起出国，一起创造我们的未来。我真的希望你永远在我身边，鼓励我，支持我，否则再美好的前途对我都没有意义。